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画一张山水，峨眉金顶图。先把山石轮廓勾，山石走势定下来。峨眉山上金顶画。丛林画法散笔点，皴出山石凹凸感，绿色来把丛林染，山石再用浅蓝画。云雾淡墨加浅蓝，峨眉金顶黄色染。这张画作就画完，喜欢关注加点赞。